今天讲这根笔就对，第一次好像第一次是白色包装吧，就是这么干净的。叫什么墨匠玩彩，英文我真的不知道，而且我不知道这个墨匠是品牌还是什么，应该是吧。然后对下面的信息好，然后整根就有点像苹果那种，但是苹果那种包装，但是你看咦好像没有那种，就你看就是没有那种慢慢滑下那种感觉。然后整根笔应该是库存有点久，然后比较那个好，那一个先试一下。然后这根笔当时买对就只有这么小，对，真的只有这么小。然后下面的一些东西应该是墨囊什么的，对。然后机械哇，味道有点小众啊，个人来讲哇不太喜欢这种味道啊。然后颜色也是一样，有很多的选择。然后这个应该是墨囊什么的，我不知道它这个先放一边，我不知道它这个能不能那个直接注入那个什么这个应该是可以直接注墨水的哈，我直接用这个就好了哈。那一个那墨囊就省下来啊，免得那个浪费，因为个人来讲不是很喜欢用墨囊啊，不外出的才用墨囊。然后那个打开的时候整根笔但是应该怎么用呢，不太会用了，这就这样，然后这样，那就这么写啊哈。这根反正很 mini 的一根笔，然后但我想知道是怎么上墨嘞，这刚刚是我就知道那这个薄荷绿色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毒，对，现在因为笔买的多了，然后有个 O 型圈还是防漏墨的，果然可以注意点。好，那一个非常毒的一个绿色，对吧，然后拿起来非常那个很带感，就是很有一个又是一个娱乐性很强的一根笔。但这里有点不是太对的准，你看这不是太对的准。好，那一个先放下。这时候第一次觉得无印这根笔是很大支的不是很长的。好，那一个大小我们就不说那么多来，那一个对，好，九厘米不到，然后这个对九厘米不到，然后但它直径上来讲比较大，接近那个 1.5 左右 ,1.5 啊。1.5 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好的，那一个但整根笔反正就是拿起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担心有个问题是我试一下就那首先这个往自己方向，对吧，往我方向转，对，这个出来这个了对，笔尖也是也还好，还反正它是内外两个双螺纹嘛，其实还好。因为有时候像 Carreco 的笔的话就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旋的时候下面整个总成一起给我旋下来就是 Carreco 这个问题，其他问题倒是没有了。然后这根笔有一个好处，对，洗起来非常的好洗，我个人来讲挺喜欢的。然后好，我先注，然后一样颜色反正各项我都挺怎么讲呢，很有特色一根笔。然后这个我还没用过这个了，之前想买，然后我觉得好像没什么用。好，那个我先注点墨试一下好吧。哇真还真挺实用的哇，而且好干净啊，这种感觉我喜欢真的不骗你，我喜欢这种感觉。然后这个哇就上那么一点，其实从应该它的那个墨的储存量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就比起一般的那个 Converter 就那种吸墨器还是大很多。另外一个它加上以后看一下它那个长度吧，好吧。加上以后对吧，加上以后其实也是常规的11.3 吧，就是常规好像12比较多吧，个人是喜欢13的哈。那一个但拿起来反正也是 OK 了，反正正常拿笔都这样子，对，也是刚好突出一点，反正基本上都是按这个长度，基本上应该笔的设计那个设计师应该也是想得很清楚的。然后一样有点小握位对吧，往外弯出来的时候也是有点那个，就是说有点卡对吧。反正之前看一个日本手匠达人的一个影片，说这样子的一个弧度是最好的，也就是我很喜欢百丽金的那个笔握就百丽金那种笔握。然后笔尖的话也是一样 EF 的，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一个金色的比较骚
这个金色是一个铜金的一个金色，相对来讲它的铜的成分会比较重，就铜的那个颜色配比会比较高。好，一样废话不多说，然后整根的话反正挺毒的啊，然后拿起来非常的漂亮这样子。对，然后一样撕那个撕写一下。好OK， 好，写完了，然后现在拿一下无印的。好，简单的说一下，等工笔反正一样，小小阻尼感，字也是，也是偏粗，另外一个的话，就写起来还是挺舒服，拿起来就是一特别粗的笔，说它很好握，就因为这我拿的时候这么拿，然后在这里再这么就这样子拿的时候，非它是属于一个怎么讲？握起来非常就是说粗，你拿起来非常实在那种笔，而且也非常安全感这么拿。但是那个对，粗有粗的特色，细有细有特色，是吧？现在拿一下无印直接跟对比一下那个笔的一个粗细，好吧。好的，那一个好，我们继续回来，那一个试写一下，反正就是也不要求它多有弹性啊，反正弹性都很正常的，钢尖的就对吧？相对来讲也是硬的笔尖，因为钢尖的话，反正成分都是一样，都是同一种钢料了，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好，那个书写起来的时候，触摸也是完全没什么大问题的，对吧？然后我划一下，对吧？对，没有飞白，对吧？好，这边也是好，这边也是一样，好，没有什么完全大的问题。整根笔来讲，把玩性、娱乐性很足，相对来讲比较可爱的一根笔啊。另外一个的话，非常好清洗，而且现在不知道是用的没那么久还怎么样，没有挂壁，所以说看起来还是比较毒的，而且你可能看在墨水站里面晃来晃去的，还是挺 OK 的。对，然后这样子你平常拿出去的时候，当然漏墨问题我不知道。行不行啊？这样子好像也是有一个防墨杆，而且也有点不怕漏墨，拿起来到外面小小的，对吧？这样子玩一玩，然后喜欢的，对吧？这样拿有点小潇洒，对吧？但是小孩子拿感觉比较好一点，但是真的挺可爱的一根笔。对，好，那一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或者喜欢的那个。对，加我微信也行，有什么我讲错了，然后你给我纠正一下。好，那一个，谢谢大家。